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，是诸妙严品第一之四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复次，普光焰藏烛火神，得悉除一切世间暗解脱门。普极光床烛火神，得能习一切众生诸惑漂流热恼苦解脱门。大光遍照烛火神，得无动福利大悲藏解脱门。众妙宫殿烛火神，得观如来神通力示现无边际解脱门。无尽光寂烛火神，得光明照耀无边虚空界解脱门。种种焰眼烛火神，得种种福庄严极净光解脱门。十方宫殿如须弥山烛火神，得能灭一切世间诸趣炽然苦解脱门。微光自在烛火神，得自在开悟一切世间解脱门。光照十方烛火神，得永破一切愚痴执着见解脱门。雷音电光烛火神，得成就一切愿力大正后解脱门。尔时普光焰藏烛火神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烛火神众而说颂言：汝观如来精进力，广大义劫不思议，威力众生现世间，所有暗障皆历灭，众生愚痴起诸见，烦恼如流即火燃，导师方便熄灭除。普及光床于此物，福德如空无有尽，求其边际不可得。此佛大悲无动力，光照误入心生喜，我观如来之所行，金鱼劫海无边际，如是示现神通力，众妙功神所了之，一劫修成不可思，求其边际莫能知，言法实相令欢喜，无尽光神所观见，十方所有广大众，一切现前瞻仰佛，极尽光明照世间，此妙焰神所能了，牟尼出现诸世间，坐于一切宫殿中，普欲无边广大法，此十方神之境界，诸佛智慧最甚深，于法自在现世间，能悉阐明真实理，微光悟此心心庆，诸见愚痴为暗盖，众生迷惑常流转，佛为开阐妙法门，此照方神能悟住，愿门广大不思议，力度修持已清净，如习愿心皆出现，此正因神之所了。复次，普星云床主水神，得平等利益一切众生慈解脱门。海潮云音主水神，得无边法庄严解脱门。妙色轮迹主水神，得观所应化方便普摄解脱门。善巧悬浮主水神，得普眼诸佛圣生境界解脱门。离垢相机主水神，得
得普现清净大光明解脱门，浮桥光阴逐水神，得清净法界无相无性解脱门，知足自在逐水神，得无尽大悲海解脱门，尽喜善因逐水神，得于菩萨众会道场中为大欢喜藏解脱门，普贤微光逐水神，得以无碍广大福德力普出现解脱门，吼声遍海逐水神，得观察一切众生发起如虚空调伏方便解脱门，尔时普心云床逐水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逐水神众，而说圣言：清净慈门刹成树，共生如来一妙相，一一诸相莫不然，是故见者无厌足。世尊往昔修行时，普依一切如来所，种种修持无懈倦，如是方便云因入，佛于一切十方中，即然不动无来去。应化众生悉令见，此是即轮之所知，如来境界无边量，一切众生不能量，妙音演说遍十方，此善玄神所行处，世尊光明无有尽，充遍法界不思议，说法教化度众生，此境相神所关键，如来清净等虚空，无相无形遍十方，而令众会迷不见，此福光神善观察，佛习修习大悲门，其心广遍等众生，是故如云现于世，此解脱门知足了，十方所有诸国土，悉见如来坐于坐，朗然开悟大菩提，如是喜因之所入，如来所行无挂碍，遍往十方一切刹，处处示现大神通，普现微光已能悟，修习无边方便性，等众生界悉充满，神通妙用弥湛庭，吼声遍海斯能入。复次出现宝光逐海神，得以等心施一切众生福德海，众宝庄严身解脱门，不可坏金刚床逐海神，得巧方便守护一切众生善根解脱门，不杂尘垢逐海神，得能结一切众生烦恼海解脱门，恒住波浪逐海神，得令一切众生离恶道解脱门，吉祥宝月逐海神，得普灭大痴暗解脱门，妙化龙记逐海神，得灭一切诸趣苦与安乐解脱门，普持光位逐海神，得尽持一切众生诸见愚痴性解脱门，宝焰花光逐海神，得出生一切宝种性菩提心解脱门，金刚妙计逐海神，得不动心功德海解脱门，海潮雷音逐海神，得普入法界三昧门解脱门，尔时出现宝光逐海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逐海神众，而说颂言：不可思议大劫海，供养一切诸如来，普以功德施群身，是故端严罪无比，一切世间皆出现，
众生耕欲迷不知，普为宏轩大法海。此师兼床所心悟，一切世间众导师。法云大雨不可测，消劫无穷诸苦海。此离构成入法门，一切众生烦恼缚，流转诸趣受众苦。为其开示如来境，普水功神入此门。佛于南斯劫海中，修行诸性无有尽，永劫众生吃货网。宝曰于此能明入，佛见众生常恐怖，流转生死大海中。是彼如来无上道，龙机误解生心愿，诸佛境界不思议。法皆虚空平等相，能尽众生吃货网。如是持位能宣说，佛眼清净不思议，一切境界悉该览。普施众生诸妙道，此师华光心所悟。魔君广大无央数，一刹挪中悉摧灭。心无轻动难测量，金刚妙计之方便。普于十方演妙音，其音法界迷不周。此师如来三昧境，海潮音绳所行处。复次，普发迅流主河神，得普欲无边法语解脱门。普结全见主河神，得普先一切众生前，令永离烦恼解脱门。离成净眼主河神，得以大悲方便，普敌一切众生诸惑尘垢解脱门。十方片吼主河神，得横出饶益众生因解脱门。普救护众生主河神，得于一切寒世中横起无恼海慈解脱门。无热净光主河神，得普施一切清凉善根解脱门。普生欢喜主河神，得修行具足施令一切众生永离牵着解脱门。广德圣床主河神，得作一切欢喜福田解脱门。光照普世主河神，得能令一切众生杂染者清净，称读者欢喜解脱门。海德光明主河神，得能令一切众生入解脱海，横收具足乐解脱门。尔时普发迅流主河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主河神众，而说颂言：如来往昔为众生修持法海无边性，譬如佩泽金岩属，普灭众生烦恼热。佛习南宣无量劫，以愿光明尽世间。诸根守者令悟道，此普结神心所悟。大悲方便等众生，悉现其前常化佑。普使净持烦恼垢，今焉见此生欢悦。佛眼妙音普使闻，众生爱咬心欢喜。悉使涤除无量苦，此片吼神之解脱。佛习修习菩提性，威力众生无量劫。是故光明遍世间，护神意念生欢喜。佛习修行为众生，种种方便令成熟。普经福海除众苦，无热见此心心庆。师门广大无穷尽，
一切众生咸利益，能令见者无牵着，此普喜神之所悟。佛习修行十方便，成就无边功德海，能令见者迷不心，此甚床神心悟曰：众生有垢咸净池，一切怨害等生慈，故得光照满虚空，普世河神见欢喜。佛是福田功德海，能令一切离诸恶，乃至成就大菩提，此海光神之解脱。复次，柔软圣位主驾神，得与一切众生法自位，令成就佛身解脱门。持花净光主驾神，得能令一切众生收广大喜乐解脱门。色利永坚主驾神，得以一切圆满法门，尽诸境界解脱门。增益精气主驾神，得见佛大悲无量神通变化力解脱门。普生根果主驾神，得普贤佛福田，令下种无失坏解脱门。妙严环寂主驾神，得普发众生尽性花解脱门。润泽净花主驾神，得大慈悯济诸众生，令增长福德海解脱门。成就妙香主驾神，得广开示一切信法解脱门。见者爱要主驾神，得能令法界一切众生舍离懈怠忧恼等诸恶普清净解脱门。离垢光明主驾神，得观察一切众生善根，随应说法令众会欢喜满足解脱门。尔时柔软圣位主驾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主驾神众，而说颂言：如来无上功德海，普贤明灯照世间，一切众生咸救护，悉与安乐无疑者，世尊功德无有边，众生闻者不唐捐，悉使离苦常欢喜，此施十花之所入，善事诸利皆圆满，功德庄严现世间，一切众生悉调伏，此法永历能明证。佛习修持大悲海，其心念念等世间，是故神通无有边，增益精气能观见，佛偏世间常现前，一切方便无空过，悉尽众生诸惑恼，此普生神之解脱。佛施世间大智海，放尽光明无不骗，广大信解悉从生，如甚严寂能明入，如来观世起慈心，为利众生而出现，是彼田宜最圣道，此净花神之解脱。山师所修清净行，菩提树下俱宣说，如是教化满十方，此妙香神能听受。佛于一切诸世间，悉使离忧生大喜，所有耕欲皆持尽，可爱药神思悟入，如来出现于世间，普观众生心所要，种种方便而成熟，此净光神解脱门。复次，吉祥主药神，得普观一切众生心，
而勤摄取几多门。旃檀林主要神，得以光明摄取众生，彼见者无空过解脱门。离尘光明主要神，得能以净方便灭一切众生烦恼解脱门。名称普文主要神，得能以大名称增长无边善根海解脱门。毛孔现光主要神，得大悲床速覆一切病境界解脱门。破安清净主要神，得了治一切盲明众生，令智眼清净解脱门。普发吼声主要神，得能演佛音说诸法差别义解脱门。逼日光床主要神，得能做一切众生善之事，令见者贤身善根解脱门。民间十方主要神，得清净大悲藏，能以方便令身信解解脱门。普法微光主要神，得方便令念佛灭一切众生病解脱门。二十吉祥主要神，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主要神众，而说颂言：如来智慧不思议，悉知一切众生心，能以种种方便力，灭彼群民无量苦。大雄善巧难测量，凡有所作无空过，必使众生诸苦灭。旃檀林神能悟此，汝观诸佛法如是，往昔勤修无量劫，而于诸有无所着，此离尘光所入门，佛百千劫难可遇。若有得见即闻名，必令获益无空过，此普称神之所了。如来一一毛孔中，悉发光明灭众患，世间烦恼皆令尽，此现光神所入门。一切众生痴所盲，过业众苦无量别，佛悉捐除开智障，如是破案能观见。如来一音无限量，能开一切法门海，众生听者悉了之，此是大音之解脱，如观佛智难思议。普先诸趣救群生，能令见者皆从化，此蔽日床生物了，如来大悲方便海，为利世间而出现，广开正道示众生，此间方神能了达。如来普放大光明，一切十方无不照，令随念佛生功德，此发微光解脱门。复次，不花如云主灵神，得广大无边智海藏解脱门。着干疏光主灵神，得广大修持普精进解脱门。生涯发药主灵神，得增长种种净信涯解脱门。吉祥净业主灵神，得一切清净功德庄严具解脱门。垂布焰藏主灵神，得普门清净会横周览法界解脱门。妙庄严光主灵神，得普知一切众生性海而心不法云解脱门。可依雷声主灵神，得忍受一切不可一声眼清净音解脱门。香光普遍主灵神，得十方普现习所修持广大行境界解脱门。
妙光迥耀主灵神，得以一切功德法，饶益世间解脱门，花果光位主灵神，得能令一切见佛初心常净念不忘庄严功德藏解脱门。尔时不花如云主灵神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主灵神众，而说颂言：佛习修习菩提性，福德智慧悉成满，一切诸力皆具足，放大光明出世间，悲门无量等众生，如来往昔普净持，是故于世能为义，此着干神之所了。若有众生一见佛，必使入于生性海，普施一切如来道，此妙牙神之解脱，一毛所及诸功德，极海宣扬不可尽，诸佛方便难思议，敬业能明此生意。我念如来与往昔，供养刹成无量佛，一一佛所至界明，此焉藏神之所了。一切众生诸性海，世尊一念悉了之，如是广大无碍智，妙庄严神能悟入，恒演如来极妙音，普生无等大欢喜，随其解欲皆令悟，此是雷音所行法，如来示现大神通，十方国土皆周遍，佛习修性悉令解，此普相光所入门，众生先必不修德，迷惑成流生死中，未必阐明众智道，此妙光神之所见，佛为业障诸众生，今于一劫实乃现，其余念念常令解，此未光神所观察。复次，宝峰开花主山神，得入大吉定光明解脱门，花林妙计主山神，得修习慈善根成熟不可思议数众生解脱门，高床普照主山神，得观察一切众生心所要严禁诸根解脱门，离尘宝计主山神，得无边劫海勤精进无厌怠解脱门，光照十方主山神，得以无边功德光普觉悟解脱门，大力光明主山神，得能自成熟复令众生舍离愚迷行解脱门，微光普胜主山神，得把一切苦使无有余解脱门，微迷光轮主山神，得眼教法光明显示一切如来功德解脱门，普眼现见主山神，得令一切众生乃至于梦中增长善根解脱门，金刚坚固眼主山神，得出现无边大义海解脱门。尔时开花匝地主山神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主山神众，而说颂言：往修圣行无有边，今获神通亦无量，法门广辟如成树，悉使众生生悟喜，众香延伸遍世间，毛孔光明悉清净，大慈方便是一切，花林妙计悟此门，佛声普现无有边，十方世界皆充满，诸根严禁见者喜，此法高床能悟入，
力竭勤修无懈倦，不染世法如虚空，种种方便化群生，悟此法门明宝记，众生盲暗入显道，佛哀鸣彼殊光照，普使世间从碎绝，微光悟此心生喜，习在诸友广修信，供养刹成无数佛，令众生见发大愿，此地大力能明住，见诸众生流转苦，一切业障恒缠缚，以智慧光熄灭除，此普圣神之解脱，一一毛孔出妙音，随众生心赞诸佛，悉遍十方无量劫，此是光轮所入门。佛遍十方普现前，种种方便说妙法，广益众生诸性海，此现见神之所悟，法门如海无边量，一因未说悉令解，一切劫中眼不穷，入此方便金刚目，复次普得净花主地神，得以慈悲心念念普观一切众生解脱门，肩扶庄严主地神，得普现一切众生福德力解脱门，妙花严树主地神，得普入诸法出生一切佛刹庄严解脱门，普三众宝主地神，得修习种种诸三昧，令众生除障垢解脱门，金乌观时主地神，得令一切众生常游戏快乐解脱门，金色妙眼主地神，得示现一切清净身调伏众生解脱门，香毛发光主地神，得了知一切佛功德海大威力解脱门，吉音乐已主地神，得普摄持一切众生言音海解脱门，妙花玄寂主地神，得充满佛刹离垢性解脱门，金刚普持主地神，得一切佛法轮所摄持普出现解脱门，尔时普得净花主地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主地神众，而说颂言，如来往昔念念中，大慈悲门不可说，如是修行无有已，故得坚牢不坏身，三世众生及菩萨所有一切众福聚，悉现如来毛孔中，福言见已生欢喜，广达极尽三摩地，不生不灭无来去，严经国土是众生，此书花神之解脱，佛于往昔修诸性，威令众生消重障，普三众宝主地神，见此解脱生欢喜，如来境界无边际，念念普现于世间，静目观时主地神，见佛所行心庆悦，妙音无限不思议，普为众生灭烦恼，金色眼神能了悟，见佛无边胜功德，一切色行皆化现，十方法界悉充满，香毛发光常见佛，如是普化诸众生，妙音普遍于十方，无量劫中为众说，越依地神心了达，从佛得闻生净喜，佛毛孔出香艳云，随众生心遍世间，一切见者皆成熟，
此时花泉所关处，坚固难坏如金刚，不可轻动玉虚泥。佛生如是处世间，普持得间生欢喜。复次，宝峰光耀主成神，得方便利益众生解脱门。妙严宫殿主成神，得知众生根教化成熟解脱门。清净喜宝主成神，得常欢喜令一切众生受诸福德解脱门。离忧清净主成神，得救诸部位大悲藏解脱门。花灯焰眼主成神，得普明了大智慧解脱门。焰床明现主成神，得普方便视线解脱门。圣福微光主成神，得普观察一切众生，令修广大福德海解脱门。金光明身主成神，得开悟一切愚暗众生解脱门。香床庄严主成神，得观如来自在力，普遍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。宝峰光目主成神，得能以大光明破一切众生障碍山解脱门。尔时，宝峰光耀主成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主成神众，而说颂言：导师如是不思议，光明遍照于十方，众生现前悉见佛。浇花成熟无央树，诸众生根各差别，佛悉了之无有余。妙严宫殿主成神，入此法门心庆愿，如来无量劫修行，故持往昔诸佛法，一常成风生欢喜。妙宝成神悟此门，如来习已能除且，一切众生诸恐怖，而恒于彼起慈悲。此离忧神心悟喜，佛之广大无有边，譬如虚空不可量。花木成神思悟月，能学如来之妙慧，如来色相等众生，随其要欲皆令解。焰床明现心能悟，习此方便生欢喜。如来往修众福海，清净广大无边际，福德传光于此门，观察了悟心心气，众生愚迷诸有中，如是身盲足无睹。佛为利益心于世，清净光神入此门，如来自在无有边，如云普遍于世间，乃至现梦令调伏，此事香床所关键，众生痴暗如盲谷，种种障碍所缠缚，佛光照彻不令开，如是宝峰之所入。复次，经庄严床道场神，得出先供养佛广大庄严具施愿力解脱门。须弥宝光道场神，得先一切众生前成就广大菩提性解脱门。雷音床相道场神，得随一切众生心所要，令见佛于梦中未说法解脱门。雨花妙眼道场神，得能遇一切难舍众宝庄严具解脱门。清净焰行道场神，得能先瞄庄严道场，广化众生令成熟解脱门。花音垂迹道场神，得随根说法，
令生正念解脱门，欲保庄严道场神，德能以辩才，普欲无边欢喜法解脱门，勇猛相演道场神，德广称赞诸佛功德解脱门，金刚彩云道场神，得世仙无边色相树庄严道场解脱门，莲花光明道场神，得菩提树下寂然不动而充遍十方解脱门，妙光照耀道场神，得显示如来种种力解脱门，尔时金庄严床道场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道场神众而说颂言，我念如来往昔时于无量劫所修信，诸佛初心咸供养，故获如空大功德，佛习修行无尽施，无量刹土为成等，须弥光照菩提神，一念善事心心庆，如来色相无有穷，变化周流一切刹，乃至梦中常示现，雷床见此生欢喜，习行舍心无量劫，能舍难舍眼如海，如是舍心为众生，此妙眼神能悟曰，无边色相宝焰云，先菩提场遍世间，焰行清净道场神，见佛自在生欢喜，众生性海无有边，佛普弥伦欲法语，随其更解除疑惑，花因悟此心欢喜，无量法门差别异，辩才大海皆能入，欲保严具道场神，于心念念恒如是，于不可说一切土，尽是言辞称赞佛，故获名誉大功德，此勇眼神能意念，种种色相无边数，普贤菩提树王下，金刚彩云悟此门，横观道树生欢喜，十方边际不可得，佛作道场智亦然，莲花不光尽醒心，入此解脱生生喜，道场一切出妙音，赞佛难思清净力，即已成就诸因行，此妙光神能听受，复次宝应手足行神，得普欲众宝生广大欢喜解脱门，莲花光足行神，得示现佛生作一切光色莲花座，令见者欢喜解脱门，最胜花迹足行神，得一一心念中建立一切如来正慧道场解脱门，摄诸善见足行神，得举足发布悉调伏无边众生解脱门，妙宝心床足行神，得念念中化现种种莲花网光明，普欲众宝出妙音声解脱门，要土妙音足行神，得出生无边欢喜海解脱门，旃檀树光足行神，得以香风普觉一切道场众会解脱门，莲花光明足行神，得一切毛孔放光明眼微妙法音解脱门，微妙光明足行神，得其身片出种种光明网不照耀解脱门，积极妙花足行神，得开悟一切众生令生善根海解脱门，尔时
报应手足行神，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足行神众，而说颂言，佛习修行无量劫，供养一切诸如来，心恒庆悦不疲厌，喜门声大犹如海，念念神通不可量，化现莲花种种香，佛坐其上普游网，红色光神皆睹见，诸佛如来法如是，广大众会遍十方，不现神通不可议，最胜花神悉明主，十方国土一切处，于中举足若下足，悉能成就诸群身，此善见神心悟喜，如众生数普现身，此一一身充法界，西放净光欲众宝，如是解脱心闯入，如来境界无边际，普欲法语皆充满，终辉睹佛生欢喜，此妙音声之所见，佛音声量等虚空，一切音声悉在中，调伏众生迷不骗，如是旃檀能听受，一切毛孔出化音，阐扬三世诸佛名，闻此音者皆欢喜，莲花光神如是见，佛身变现不思议，步步色相犹如海，随众生心悉令见，此妙光明之所得，十方普贤大神通，一切众生悉开悟，众妙花神于此法，见以心生大欢喜，复次净喜境界深众神，得一佛往昔誓愿海解脱门，光照十方深众神，得光明普照无边世界解脱门，海音调伏深众神，得大音普觉一切众生，令欢喜调伏解脱门，净花严寂深众神，得身如虚空周遍住解脱门，无量威仪深众神，得是一切众生诸佛境界解脱门，最胜光严深众神，得令一切激发众生色力满足解脱门，净光香云深众神，得除一切众生烦恼垢解脱门，守护摄持深众神，得转一切众生愚痴魔业解脱门，普贤摄化深众神，得普于一切世主宫殿中，显示庄严相解脱门，不动光明深众神，得普摄一切众生皆令生清净善根解脱门，尔时净喜净解深众神，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深众神众，而说颂言：我亦须弥成劫前，有佛妙光出心事，世尊于彼如来所，发心供养一切佛，如来身方大光明，其光法界迷不充，众生欲者心调伏，此招方神之所见，如来身正十方国，一切言音悉圆满，普觉群生无有余，调伏闻此心欢庆，佛声清净恒极灭，普现众色无诸相，如是遍住于世间，此净花神之所入，导师如是不思议，随众生心悉令见，
或坐或行或食住，无量威仪所悟门，佛百清劫难逢遇，初心利益能自在，令使悉离贫穷苦，最胜光严入私处，如来一一齿相间，普放香灯光焰云，灭除一切众生惑，离垢云绳逐世间，众生染惑为众障，随逐魔境长流转，如来开示解脱道，守护执持能悟入，我观如来自在力，光布法界悉充满，楚王宫殿化众生，此普现神之境界，众生迷惘俱纵苦，佛在其中常救护，皆令灭惑生喜心，不动光绳所关键，复次藐色那罗延执金刚神，得见如来示现无边色相身解脱门，日轮素集床执金刚神，得佛身一一毛如日轮先种种光明云解脱门，须弥花光执金刚神，得化现无量身大神变解脱门，清净云音执金刚神，得无边随类音解脱门，妙逼天主执金刚神，得现为一切世间主开悟众生解脱门，可哀腰光明执金刚神，得普开示一切佛法差别门娴静无疑解脱门，大树雷音执金刚神，得以可爱要庄严具舍一切树绳解脱门，狮子王光明执金刚神，得如来广大福庄严具解具足明了解脱门，密眼吉祥目执金刚神，得普观察险恶众生心威仙威严身解脱门，莲花牟尼记执金刚神，得普于一切菩萨庄严具摩尼记解脱门，尔时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执金刚神众而说圣言，主因观法王，法王法如是，色相无有边，普现于世间，佛身一一毛，光网不思议，譬如净日轮，普照十方国，如来神通力，法界悉周遍，一切众生前，示现无尽身，如来说法音，十方莫不闻，随诸众生类，悉令心满足，众见摩尼尊，处师宫殿中，普为诸群身，阐扬于大法，法海悬浮处，一切差别意，种种方便门，演说无穷尽，无边大方便，普应十方国，遇佛尽光明，悉见如来身，供养于诸佛，一刹为成数，功德如虚空，一切所瞻仰，神通力平等，一切刹皆现，安坐妙道场，普现众生前，焰云普照世，种种光圆满，法界无不及，
是佛所行处。